啊，今麦来讲中国西部这个拉绳子的哲学了哈，那讲未生就砍断厝边了哈。埃及来地讲，马英九去花果山弄经啦，无小心又断手啊啦。伊讲立言哈，见缝插针啊，对处事两条逆风啊。马英九讲有正面的解释，讲伊拉掉台湾一整年的厄运啊。伊讲小小的一支手啊哈。买当加出一挂风波啦，小小一支手啊嘛，恁中国人不是相信这何出图若出书啊？都明明祖先吼、哦、都是人，伊嘛偏偏要讲吼、哦，老帮因老母甲一尾青蛇伫眠床顶头咪轻立伏伫做山鬼，嘿咻嘿咻，嘛讲老帮因老爸破茶顿来，徛伫茶门外口，看到某甲一个妖怪伫做山鬼，竟然伫外口摆手，等妖怪走了，再入来问因某讲有听无安尼啦？啊，所以到尾才生下老帮。爱新觉罗因老母呢，去天敌西沙背了一只大雕海东青，叫两声了。爱新觉罗因妈妈等来大不多生一个人，叫做爱新觉罗，对清朝的祖先。啊，你有一只鸟来跟你夹，你唔来生一粒卵，啊，那会去生爱新觉罗？啊，无真奇怪。袁世凯困伫眠床，哈、哦，伊的婢女摕一个人参茶，安尼惊无拄实，跋倒去，甲伊擦精神，背也破去。袁世凯精神了，问讲：“啊，你先啊，这无小心，总统美人那是如雷贯耳呢？迄、那个女婢啊，急中生智，讲唔是啦，我旁第日来看到眠床困一尾灵安尼金闪闪，所以我着惊啦。”袁世凯听了，起码是十不灵样呢，讲这个查某囡仔看眠床一尾灵金闪闪底下困，安尼我就是真命天主嘛。听讲袁世凯。急急要清地，甲这个查某囡仔这句话哦，原来有淡薄啊关系，就是讲迄个时间日程表会塞较紧，甲这个好社会有关系。啊，所以你个看讲吼，那讲今仔日食两顶当初时怎么出来选举的这个两爿要选举中，那因叫一个叫司察亲迄个挂目镜迄个老太太啊，讲马英九一定有人甲暗杀，佮叫一个美国来阿多啊迄个妖婆啦吼，唔知倒位啊来，哦啊就讲甲讲吴淑珍会起来惊咯啦吼，台湾的放假也要唱 rock band 啦吼，啊台湾的什么代志伊拢知呢，吼真厉害呢，甲五六天你讲一只昆龙狗会讲台语的同款神呢。现在中国西部联合部敲锣打鼓啊，锣声震天，安尼为迄两个老妖怪伫遐安怎？安尼伫遐开路呢？讲遮个人拢讲马英九是真命天主，人安尼用暗杀。中国西部有啥物资格来今日来讲拉绳子的哲学来批评？啊，你若讲遮哦，人台湾人有一个看法啦、啊。抓起来，抓起来，就抓回去嘛。那要讲到嫌亏就是安尼。你若中国是无你点点，咱就今日无甲你批评，对不对？哦，外口的妖刀来，那讲伤到民进党，伤到本土，伤到台湾的，恁都安尼拍破啊，讲哦，这天命所归啦，一切拢爱归马英九。啊，即嘛所有牛顿讲，因家己有解释啦，一条所有风波都安怎？伊讲所有就是所有嘛。啊，你当初那咪讲妖怪就是妖怪，妖女就是妖女，讲所有永固主人会断。啊！你讲什么鸟啊话啊？迄、那个锁啊是花果山要弄精的呢，弄精用的锁啊，绝对是阿达拉西，绝对是新的，什么永固主人都会断，迄都唔是安尼讲，你唔得哎，讲者较迄落，马英九扭断锁啊，会当说以前也唔捌弄过精啦吼，唔捌扭锁的技巧吼，啊可能是锁啊年久失修，哎活该拉断，哎、啊、哎。欸华古山遐尼好个啊，一条新锁啊，无多买。你是你侮辱圣莲法师哟！众理言之，伊安尼讲，讲短行技术纯粹是物理现象。哎、啊，当初遐两个妖怪伫啊伫啊大谈阔论的时阵，伊那也不爱讲这是妖言惑众，讲个那有所的人心不安怎？神闻圣福是否具有九五之相？是否堪当总统大位？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来甲大家讲哈，今晚卖讲我。阿宾啊，讲，我跟你讲，弗洛伊德的好朋友荣格大师就曾经讲过，偶然的必然现象。伊讲这伊嘛无多解，伊举几下例，但其中一个例吼，我讲给恁听，因为迄个完整啊吼，啊其他较长嘛，而且较短。伊讲普鲁士国王，吼，腓特烈大，威廉大帝的哈，啊，要过身啦哈，啊，这办公桌啊，披公门啊，倒落去讲后边西京哦，
怎么逼开就对了。伊讲每一种物件拢有伊的感应，就是讲伊的心，迄个物理现象。但是为什么会那么巧合？就在国王死的那一刹那，时钟断裂掉。伊讲这个就是偶然的巧合。都刚才咱看寡戏，王宝钏啊收寒油啊，伫手尖子的时阵，插到尾针仔啊吼，结果听一个用安怎用喙子去智慧的时阵，西林归伫千里之外了当中箭落尾。荣格教授意思的讲，这种偶然的巧合，事实上是时空界很诡异的一种现象。所以哈、哦。中国是无讲，安那讲吼，其实都是有惊在你讲。咱用国语讲，有金就好了吼。马英九有长梭啊，就应该直接了当的表示，梭啊当时物理现象，就敢那人食老爱死了吼。物理现象，有啥物硬拗，讲啥物拉掉恶运伊的嘛，你骂马英九了，就是讲你马英九心内嘛是有鬼嘛，你在做反面的解说嘛。中国是无这段是对的，啊，换伊来指证马英九的来。看马英九的这句话来讲，伊这篇文章，其实这篇文章也反映出来，伊通派迄种心态，吼、哦，就是有惊嘛。所以金庸的小说内底，伊安尼讲，讲《射雕英雄传》内底描写黄药师玉箫吹起，碧海雕声曲。欧阳锋迄个内功遐尼高强，潇洒铁铜的好手，拢爱去。照了道了哈，只有那个王小姐过境内心一片空明啦，两三下都破掉黄药师的绝技了哈，就是讲疑无入油啦，就是讲安尼烈士空手入白刃，意思是讲卖想伤济，内心一片空明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贾长廷做高雄市长，一心要甲爱河创好，做院长的时阵提800亿给高铁安怎会当如期完工？去当阵那个批评讲这废铁啦吼，批评因其已经真无涉真无贴啦吼。但是我第一只甲大家讲，因其因爸爸甲因阿公是中国大陆陇海铁路的建造者呢，而因其因两代是做陇海铁路，因其人伊来台湾，因爸爸甲生落了，伊伫台湾是做高铁呢。因所做拢是登山中国吼，甲台湾上重要动脉呢。这个家族，你甲批评讲伊做废铁啦吼。贾长廷好好做院长，伊嘛唔知伊后摆会当做啥。贾长廷好好做市长，一个爱河，一个高捷，即嘛已经安怎？四九建人心，路遥知马力，即嘛已经安怎？局长叫好，伊早讲讲废铁的人，即嘛家己嘛一个尻川背爽歪歪，爽歪歪呢？讲啊，未歹啊，高铁其实做起来也不错啦，迄种也不错，就是讲。啊，实在是唔爱讲俄罗，真唔甘愿安尼家己切起安尼滴俄罗。你捌看过讲俄罗是家己切起的无？干那因只作啊，不满足安尼啦。所以贾长廷是认真做一条河，宋初如讲啊，唔是黄河啊，啊你若发搞，你唔到等于大陆去个黄河个整治看看，对不对？所以无品嘛，无品，无体，无品无体。人讲一个人哦，爱做个啥？可观，可感。可品也可想，贾长廷想起码这四样拢做到，可观呐、啊，很好看会使嘛，对不对？啊个，可感摕你手内底有哪安怎，有哪看有哪看，对不对？迄一些注射看可以凭见的嘛，都要有安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关系有几条可以见嘛，对不对？可品，你到高雄任何一个地方，大家接一谢长廷是一记棒就倒，可以赏。会使安怎？会使记得两个恶路的嘛？哈、啊，会使记得恁个报销嘛？所以吼、哦，这种物件你就怎样讲？当因两个人做市长的时阵，马英九是做市长去看总统，伫仁爱路伫看介寿路那边，凯达格兰大道那边啦，吼、哦，对啊。即马都总统未调都已经是大员工，自由广场伊要甲改，啊，岛屿爱要甲改，植物伊要甲改，无要紧，做伊甲改，吼、哦，咱祝福伊做伊甲改。好，只要有机会，咱看伊安怎改，吼、哦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个情况讲，这个时报的评论啦，吼、哦，讲贾长廷讲，光靠一根绳子就能够把马英九忙得团团转。我跟你讲哦，啊，你家里呐有我朱某了有知，人可以把你弄得团团转吗？啊，恁通派媒体，那不是感觉讲这影响真大？你会写文章来澄清吗？还是一句话，有金就好了，有惊嘛？
对不对？啊，其实来去阮31楼洪圣宫点光明灯哦，啊，佫无啥爱开着收费啊，对不对？真正，真正上好啊，对不对？若要收惊上好啊。